月会玩了，三个月啊，三五个月成为高手，打个一年半载，你说我非常强。但是这个游戏你没有个三五年的基本功，你是耍不了的啊，没有三五年的基本功你是玩不好的，明白吧？就这个概念，真的不夸张，不信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。你是一个新手，你去玩，你玩两年你发现你还是很菜啊，它难度很大，要求很高，你玩个十年八年你都很菜，你没有系统的方法的话，真的。塔姆近战对近战，这个东西近战也很强，得看我走位。绕他，绕他，哎，我绕小兵，你怎么跟我打？痛不痛吗？走位，走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你在勾引我还是怎么说？我，我都不知道。不亏，哎，我差一点升二，早一点二就好了，就那个小兵没打死，但我是有踢的，一点都不亏，很赚。他们有踢，我人马还有个优势，就可以带点人，也可以带 TP， 啊，不怕抓，抓不死。这边打起来了，我觉得走位，他对线打不过我。其实蛤蟆打近战很强的，但是他跟我赫卡利姆打很吃力，因为我的这个 Q 技能不需要靠近他就可以对他造成伤害。但是他要想对我造成伤害的话，我绕小兵他很难。四级，我能支援啊，我能支援，我看着他就好。哎，不用怕，没事，给你舔。不痛，我多一个红宝石，他一个鞋子，一个回血宝珠，差不多。这波不跟他打，小兵太多。等我把 Q 技能攒满，攒到两层再跟他打。吃个饼干。这波点燃没好。等我小兵过来，等点人好啊！这波线他是控不了的，我等级比他高，他到现在还没有升到五，我马上五了，我这波线吃了，五级，一个回踢，舒服，赚一波。但他有护盾啊，我们打一波的话要当心，当心他的护盾，在短时间内你皮，你还去，哎。跑，你往哪跑？电风扇加点燃，
好，到六级我就战斗力比他高很多了，因为我有个大招，他的大招是支援的，我的大招是可以打输出的。我现在伤害档次又比他高一波，他人马来了，但抓不死我，因为我有E，有大。回家。好，1600，1600，他也有魔法伤害啊，所以我们不能。买个鞋子。这把对面阵容，我们出绿甲，绿甲很赚。等我先把三项做出来，做出来之后我先顶个绿甲。说错了啊，主要我在打游戏，注意力比较集中。逃我，逃通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，闪现不值钱吗？你跟他打没事，我有大，没事，他不敢动你的，他不敢动你的。有我电风扇在旁边，我觉得他在找死。那你就没有了呀，你大招马上就消失了吧，兄弟，上，我有大，你别怕，我有大。算了，我还是没杀，我没开大锤他，感觉不太稳，偷袭我。点燃没好，我觉得他死了，人马已经啊，这个狗头已经落后了，没了，翻皮水，直接一波打翻皮水，一棒子把蛤蟆绿水敲出来了。好，哎，这个我奶妈来了，不怕。怎么跑到上路来了？诶，他奶妈辅助维嘉是吧？啊，没有 ADC，ADC 在中。行，我们来一个这个，哎，捡 CD， 后面转燃烧宝石。你在干什么？这把绿甲必出，什么意思？嗯，这个是索拉卡，一脚踢。没有用的呀，奶妈在后面啊。这个奶妈为什么跑到上路来呀？你下去啊。来一口，来，走之前来一口。我靠，你走之前给我奶一口啊。我的电风扇两层。
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的，怎么说嘛？下一波这个 E 你怎么跑嘛？你一还就，哎，这个大开晚了一点点，早一点我就明确了，被他跑了，我靠！行，回家。他的狐狸不见了，塔皮不敢吃。算了算了，不踢了，这波踢来不及。如果维嘉在，我踢肯定杀掉，回家不在我也没大招，还是算了啊。塔姆的这个伤害单挑打近战是很高的啊，德莱厄斯都换不过，所以一定要揉着打。哎，这么揉，这没事。来人了，飞机来了，我觉得他们这波不走的话要死。来，我E马上好，好，哎，大招马上好，这塔姆血不多，你在干嘛？有闪，绕小兵，绕小兵，等一下，我一马上好，漂亮，一好了，这波死了，你想跑，这波你跑不了，哎，哎呀，这给他跑了，我被魅惑了，只能靠飞机，飞机擦一下，他刚才离他太远了，他离他近一点，一个啊带走了。这个人头没吃，这两个人头都没吃到，太老了。走喽！走。先来一个这个。哦，炸窝，我靠，死了，伤害有点高，我这么好的装备，可以，我们这把后期必赢啊，必赢。我来了，有头，算了，这波火龙我可以参与一下，带我三项，
哎呦，不太好搞。不能靠近，等一下。来，上，上上上上上。人呢？我靠，人呢？人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哇，还好我身板好。哦，躲坑啊！这多坑啊！他们两个都不来。赶快，三项够了，我先把三项做出来啊！三项和绿甲这两个装备做出来，不然我现在扛不住，伤害也不够。来一个绿甲，再来一个。啊，这里有一点。好，叫了个闪。继续发育。嗯。我们到现在一个塔没拿。有点伤。莫浪。几个人？赶快吃，不然要被包。放心，我有大招，不可能被抓死啊！跑路很快。感谢杨可欣送上的飞机。沉默住，时带走，再来一个一脚踹死，出火。马上起飞，装备还不够啊！感谢杨可欣的飞机，谢谢。我这个小巅峰战满不要太强啊，一脚踹，赶快收他一个塔，我们塔丢的有点多，一脚踹，好，走，赶快来个三速鞋。还行，二换二还可以，来个三速鞋。我们下一件装备血手可以考虑一下。开出你的大招来，好吧，开出你的大招来啊。一个人追我不怕的呀。没事，带他们环绕世界，让我的队友打钱。再追落单就给点燃啊！不着急，先撤。
杀他一手蛤蟆。听说你们要追，哎，听说你们要追，听说你要追，哎，舒服 ，Q 他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电风扇 ，AJ 电风扇，哎，带他们环绕世界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移速。大龙收掉。我多肉啊，跑得多快啊，虽然没有起跑，虽然没有闪现，但是我不需要，来给我奶一口，奶一口哥们儿。打，我有大招，没事，不用怕，快快快快快，情况不对哦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靠，这狗头居然最后了，来了一首。来了个E啊。只要他们没打野，龙不会丢就行啊，其他的无所谓。杀 EZ 宝上，怎么说？你杀我，我很肉的呀！蛤蟆，蛤蟆，蛤蟆，蛤蟆落单，快逮他，逮他！现在不能开 E 啊，要等一会儿。好，开了，他开始跑了，我们要开了。一脚踹，红 buff 粘住，红 buff 粘住 ，Q 他 ，Q 他。好，下一个 E。往回一脚踹，你是好，再等下一个夜，等大招，有奶吗？我的绿甲加成非常的高，等我下个夜 ，Q 天好来了，兄弟，你是一脚秒掉，都有闪，好，下一个夜，等下一个夜，开启 W， 电风扇，你是听说，你那你就得死，你就得死，哎，到底保谁？超赚，我们人马还把高地给带了，舒服。我的这个绿甲配上奶妈的奶太强了，根本打不死，加上我的 W 也带回复，没了，他们没了，这波巨伤全部阵亡。行了，快跑，就是愣头青给他们打，并不会痛，不知道痛，对我人马来讲不知道什么叫痛。哎，怎么有点浪啊？没浪没浪没浪。别浪啊，我这个输出还不够啊，我等会再来个鬼刀啊，这个时候要来一个红包了。每当我比较秀的时候，这个龙他们争不了。来，现在外面打架都打不了的。480，来嘛，抱团嘛，你已经单带10000年了，哥们儿。哎，完了，等一下，好，开 E。这个时候开 E 是可以把他给一脚踹秒掉，下一个 E， 这波 Ezreal 有红 buff， 但是我这一波你想风筝我怕是有点难，
奶妈。行，这个点燃有点痛，吸不上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亏不了。上路人马啊，这个狗头在拆啊，高地掉了。哎我靠，这狗头他都是 Q 兵搞得不扯。哦，感谢欧皇欧文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兄弟，别登带了啊，你单机10000年了，你这个装备已经很好了，还在 Q。 冰友啊，感谢风在起时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这位兵友倒下了呀，没事，有我在，你往哪跑？好像是我跑。冰雨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我多肉啊！冰雨啊，来抱团吧！来吧。Berry 收掉，1000块，巨肥。来嘛，大龙，这波大龙你还要不来？你还要花里胡哨在这 Q 兵？你 Q 了10000年，你也看不到你打人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嗯，你也帅不起来呀，哥们儿！你这个时候要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 Q 有多痛。来，哎，完了，死了一个飞机，我靠！别，少人，我们不止少一个，少两个。兵友啊，来抱团呐、赶快趁机拆他一波中，力士 Q A Q A， 哎呀 Q A Q A Q A， 踢回来顶塔 Q A， 是电风扇，没事，我下个 E 又好了，跑的还就那个快，长得还就帅，冰友啊，快跑吧！这个小电风扇怎么样嘛？这到后期我的输出不谈吧，50%的战争热忱，问你怎么说？我先需要个蓝，好，龟嘎，嗯，差点钱，来，快！我有 T， 我吃个药水。TP 杀他一个，哦妈！打死你 ！QA，平牛啊，一脚踹，平牛啊，暴走电风扇。五杀了，电风扇一脚踹，
电风扇，黏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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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不存在。朋友啊，不要花里胡哨了。哥们儿，就这种情况你都能不来？行。十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电风扇。没事，有人马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有狗头。五杀啦！五杀啦！五杀啦！他队来了，走了走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哎，不行。好，这把我们的这个大龙跑不了了吧？等一下啊，我回家一波。哎呦，这狗头追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。我来了，赫卡尼姆，毁灭冲锋一开，鬼刀还没有开啊，不着急，让你见识一下。什么叫做毁灭冲锋？开出你的大招吧，冰友啊！你没有大，原来没有大，一脚踹，这个伤害太恐怖了。一脚踹。嗯，你想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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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？鬼刀一开，第十，给你他就来一个毁灭冲锋，哎，带走，舒服。朋友啊，换去了，啊，留了，算你狠。我说算你狠。